哎，你有没有发现Christine 最近老是一副生菌透的样子？真的假的？头发斑白的平头，略显老态的神情，艺人贺军翔在新的电视剧一改往常风格，造型180度大转变，却有网友越看越眼熟。有人把贺军翔的剧照跟新北市长侯友宜的照片同框比对，直呼明明是贺军翔，却一直看到侯友宜，一点点而已的，没有说很明显。我觉得不太像，我觉得贺军翔帅多了，看起来就是不一样的气场。贴文涌入1.7万人按赞，有人崩溃大喊，看了就回不去了，想哭的心情全变成搞笑。有人笑称真的不够善良，还有人把两人名字合在一起，贺友宜长存。这个非常谢谢记名跟网友的善良。其实贺军翔比我帅太多了啦，真的他比我太帅太多了。最重要的，我还是一本初衷，我们支持台湾的戏曲往国际方向走，台湾戏曲真的很棒。侯友宜直说，听到大家这样形容，真的很拍摄，不断强调贺军翔英俊很多。而被问到未来是否有机会邀请贺军翔同台，侯友宜说，能多做一点事，让台剧被看见，有机会愿意合作。好像有点像侯市长也不错啊，这张照片他照起来很帅气。贺军翔为了剧情要求，抛开过去花美男形象，一度被误认是路人，诠释到位，再跟侯市长撞脸，意外替新戏增添话题。三立新闻王陈奕雄台北采访报道。